现在呢是早上的3:35，我们要去清水断崖玩 SUP， 出发。完全看不到了。出海了，教练在那边帮大家做一些行前的确认，大家都还蛮开心的。教练那边集合，教练要教我们怎么回到岸上。现在要集合，教练先拍一百，拍大头，拍大头照，拍大合照。回来之后拍完大合照，教练呢也会帮忙进行一些个人照的拍摄。现在要拿着桨跟救生衣，要回到集合地去换干净的衣服咯。这里是延吉生活，我们下次见。